和华弥勒佛约旧约原所谓的拨补，一直都只是在拨给那些人补给那些人，拨给有钱人补给黑名单人。耶和华弥勒佛呼吁民众必须知道一件事，放烟雾弹欺骗人民，国运签神明说旧欧元全是虚假的，言语虽多不可从，若将妄语为真实，画饼如何聊得鸡，曹操画眉止渴，欧元用骗的骗票骗人民为己私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逼能的人。东方生人说，符合神明资格的人称作一人，只有他能带来仙佛的真理。城隍爷曰，果二人心能踢天心，自然素净化成道净。东方生人说，如果就欧元能够财心天道，也就能够带领人民升天为真生。天经的54章，撰写者耶和华弥勒佛。 Road of Revelation Chapter 54 of the Maitreya Heavenly Classic。圣人说就官员欠缺人道，因为他们不使用神明方式，所以一直在违背天道。例如神明用天灾惩罚某些因果业障黑名单人口，结果就官员竟然还国赔给这些被上天列为黑名单的人，者就是违背天道。不止这样，就官员还乱下禁令，乱开罚单，恶整善良人民，这就是毫无人道。